接下来我们邀请12位贵宾带着复活的火炬请到前方，我们一一向县长一起县长手上的烛火取火。那这次县府非常重视本次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大会，今天的圣火开地仪式，副县长、秘书长也都亲临到现场，还有我们大同乡乡长代理以及乡民代表、主席以及各位村民代表等等，都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开地仪式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开地阵容非常的庞大，那现在呢就是一一向着我们的烛火取火。那等一下请贵宾取完火之后，在县长的两侧我们排成一列。那稍后我们即将启动开地仪式，那等一下呢在听到我倒数以及起跑声后，再请大家手持圣火准备起跑。那今天开地仪式呢，也由我们早上在思源崖口起火的圣火三兄弟，同时也来到我们的会场。那请各位贵宾，我们手持高举的圣火，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圣火开地，5、4